哇，冬天车队飞不是特技表演，就是技巧表演，起头啊，拉枪能量啊。那你要我，那你要是在赛道上滑开吗？啊，也可以滑。基本上这赛道跑完了，就过终点，起个头一直不是。我不说越野，我不说越野，我是说就是有表演赛吗？不是，我就说比如说 R 六敢滑吗？敢滑。我是 CBR 1000，我是从杠十传奇杠十，我是滑胎，然后我是特技。车摔烂了以后，我就没有要包板了，直接改成特技车了。第一次什么？那个传奇那个车摔坏了以后，开赛吗？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改成特技车啊，我就一直玩，我说好，我给你特技。那时候特别喜欢，那发动机都换了两个了。你过弯滑着过可以？可以。之前我买了一个那个 KTM 的640，我说滑胎过弯。那个有意思，这难啊，搞不好就开赛了。对啊，但是那个你掌握好了，其实挺安全的。那就是反向扭力比较重，就是你把那个反向扭力掌握好了，一下就能过。那叫滑胎啊！那我身上伤多呀，这个骨折过，这只腿骨折过，我肋骨摔断过。滑就是飘着过，飘着在弯里飘着。然后一人穿了护具，护具都不起作用，你速度太快滑出去的话，气囊背心啊搞一块。还是不行，它有时候你翻滚的时候，比如说滚在车上啊，或者车翻过来压在你身上，这个我也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肋骨断过两次。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我怎么发出这种声音了？花枪！来，今天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有的还用吗？有了，切！对，要吗？要。好，阿里嘎多！皆さん、阿里嘎多！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！侮辱我的美！哇，短的！哇，哎呀，我跟你说 ，sorry， 我跟你说，难怪你这么皮的话，你进不了云深不知处了，你这个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Myself, it's true. Pick apart the things I do. I've been in hiding, backsliding, keep rewinding, pulling the thread through the loop, trying to find the faith I knew.